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天阳，今年12岁。今天我为大家演奏的曲目是《天鹅》，作者圣桑。好，注意几个要求：第一个，声音的音色的控制；第二个是气息流畅，还有歌唱性；第三个，层次之间的对比；最后一个踏板，你要做得非常好，控制好。好，开始。